一段，即马咱就听闻的有白荷花女子四月室内乐歌者来甲咱唱三条歌，多纳努比托前，白霞花甲台湾之星，咱请欢迎上台。
上来去，咱们做伙来唱《台湾娶亲》哈。啊，我们唱一遍，后壁咱做第二届，咱请大家做伙唱，哈，大家。咱的这个香气的展览会，
市甲三月初三，往检察官会等咱会到明仔载，我希望咱乡亲唔通缺席，尽量花时间去来参观。咱今年有30个社团是咱的学班的单位，因就是北美洲台湾客家联合会、北美洲中华同乡会、北美洲台湾人艺术协会、南加州分会、北美洲台湾妇女会、南加分会、南加州台湾人工会会、南加州台湾师范学校校友联合会、南加州台湾客家会、南加州台湾中台南一中女子中校友会、南加州家中校友会、全美台湾职棒协会、台湾人公共事务参观分会、台湾人公共事务十三基分会、台湾人权文化协会、台湾人联合基金会、台湾会馆合唱团、台湾人艺术协会、台湾人剧会、台北公民协会的洛杉矶分会、台北公民协会参观分会、美国台湾文化协会、美国台湾研究院、圣地亚哥台湾中心、洛杉矶圣丹台湾同乡会、台语艺术协会、民进党美西东部、阿美社会福利基金会、邮社、台东人民洛杉矶支部、环太平洋接东南亚服务协会、高雄综合校友会、洛杉矶建国促进会、新冠年艺术、美国台湾人西雅会、台湾人信用改进文学协会、拉斯维加斯台湾人同乡会，以上，好谢。想会咱今仔要来请咱的护照机人，咱的 Ken， 甲咱的 Vera 来甲咱分享伊的感想，甲伊对未来一起办纪念会的期待。我今天先去看一下那些来参加这个晚上，参加三十八的纪念大会。这摆阮甲以前较无同所在，就是有拄仔我讲迄正常比赛以外，阮都有迄个儿童的故事时间。因为阮每台湾摕来一本儿童丛书，儿童的介绍228的书籍。我今摆伫九号教室遐有一群囡仔伫遐。从四五岁、六岁就开始，知影讲是一百种好听话的代志吼。我想讲以后，若是讲再有人厝内底有孙仔、有囝，较细汉不要紧吼。以后阮们大家话，然后拢有可能的迄个所在，就当去遐，认识228吼，认识我们的历史，认识帮台湾人是有什么意义。那在此，我想再次感谢所有。为这次活动付出的所有的长官，还有那个游戏超委会真的是帮助很大。然后呢，希望我们这一次办活动呢可以一直在下去，然后办得越来越好。在此呢，我想要再次谢谢大家。那我要特别 mention 组这种比赛这一次的评审是由台湾是台湾议会跟历史协会派代表出来，所以呢。他们都对这一次的作文赞不绝口，希望明年我们更多的投稿，更多的想法，让这些年轻人，其实我们刚才看很多年轻人，他们讲都是不同的感想，不同的角度，那这个是台北人可以进步，可以进一步更认识自己的方法。好，谢谢。大家好，我是 Vera 梁月英，礼拜二拜天活动，我。做上多多一摆，咱去年从台湾228国家纪念馆那边承回来的这些展览品，然后里头的文件，我们都以英文作为翻译。那这个目标呢，最主要怎么讲呢？因为我发现我这些年来我来228的纪念会的时候，没有很多年轻人，那我害怕的是。再过十年，这些长辈他们已经更没有力气来参加的时候，那谁会来参加？谁会来纪念228？所以，
我刚刚的这些参加作文比赛的小朋友，大家都是晓得他们讲的是英文，所以我们必须要把2/28的资料让他们可以了解语言，才可以让他们了解台湾的历史。那当你了解台湾的历史的时候，你才会对台湾这块土地有感情。所以我们外面呢有放这些英译版，一本是20块，那希望大家可以踊跃购买。那购买呢，不是说你拿回去给你看，而是拿去给你的孩子，给你的孙子看。因为我希望再过几年，我们2/28的纪念会会有第二代的人来参与。那慢慢的，我们也可能会把这纪念会走向用，就是多增加英文的部分。就真的很，其实在做这个英文翻译的理由也很简单，因为我自己的妹妹，她不懂2/28。那他不懂不是他的错，是因为他看不懂。所以当我在跟他讲解2/28的时候，我必须用英文讲。那我也希望说，大家也许跟你的孙子没有办法用英文沟通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讲说啊，我阿妈传给我的话，然后以后可以带他们来一起参与我们2/28的纪念会，让他们可以了解我们台湾人的。为什么会在这一间，大家会都比较感伤一点。然后最后呢，我希望做这个纪念会，我们可以一直做下去，因为2/28是一个让大家，有些人批评我们做2/28纪念会是撕裂族群，可是我觉得说这是一个抚平伤口的机会，因为在我们学习2/28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互相体会到台湾这几十年来为什么我们台湾人会有这种感觉。那也希望说有机会遇到那些所谓外省人的朋友的时候，可以跟他好好解释说，请你了解我们台湾人的感受。当他们了解我们感受的时候，大家还可以和平相处。那今天真的很感谢大家来参与。那走的时候呢，不要忘记我们这个英文版放在外面，谢谢。那今日个这两回就到即摆结束，真感谢各位贵宾、各位乡亲今日个参加，而希望咱明仔、明年过会当看到恁，多谢。